叫你的朋友圈，你怎么来的朋友请我的啊，你不要请了，别吵，我请不起。想说你马上你是很薄薄，不是厚，你马上再讲一个，这是薄的。我今天尿尿，哦，是呀，老公，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狗？零嘞，等一下我老公又出来了。哎呦，哎，你看那只够水啊！我老公，我老公，哎呀，你看那只水吗？不过你出来会拍夜景哦。对嘛？你要保养，就准那边弄地坑呢，不你敢看，不能看。哇！你看吧，应该是小月啊。哇塞！应该是那啊，就爱去海中，就干那海呢。啊，那海是水哦。就是现代化了哈，这几天我们都在顺化会议，是古色古香的，啊，现代化，它是直辖市的中央管理，我们是中越的首府，我们右边这个江是海江啊，那就有人有船就游这里了，你看右边的，等一下这个8:15啊，8:30，哦，这个船全部都满了，因为只有这个9:00的这个龙桥会看门口啊。8:15，8:30就满了。没有，现在我们他们先订了，都团体都订满。等下你在那边看，全部都游览就行了。我们右边有个桥啊，这个桥是旋转的桥，中间是圆圆的。以前我们这里有个港口啊，这个船走来走去，这个桥会打开，啊，都会转，这个船开进去，然后它关起来，每天的12:30开。2:30关起来，右边那个桥，旋转的桥，全世界只有我们这里有。旋转了，就转了90度啊，转不来啊。这个船走来走去，它关起来，啊，因为这个船很高啊，不能走啊。右边呢？现在有桥吗？啊，现在我们到了，有几个人没有去船呢？到饭店之后啊。啊，服务生拿行李啊，然后你等一下有小铺啊，啊，要 A 车导游啊，他会过来发房卡给大家啊，大家好好休息。啊，准备下车了哈，啊，要记得我们游船有个人还下车，没有游船的不要下车哈，司机会送到饭店，大概5分钟就到了，司机到开5分钟。什么时候司机停呢？你们就下车哈，还没停都不要下。阳光不以为意。因为有时候呢，这他也听不懂啊，你也听不懂啊，我讲。哎呀，那是高级的了，要叫人幽默的。哎，可以讲起来，讲哎，司机停车，啊，司机不停，你是不是受不了？赶快，我们在这里下车啊！赶快，司机停了，你这里第9个人下车啊！司机停，我们就9个人下车了。